好，来继续来看劳动部为着要协助应届毕业生稳定就业，推出着青年就业奖励计划，到底今仔日开始来实施，真好看哦。这个29岁以下的这个应届毕业生，那伫今年年底之前开始上班吃头路，稳定就业3个月，就当摕到奖励金20000块；那是连续工作6个月，就加发10000块，会当摕到30000块的奖励金。总算毕业了，准备离开校园。不过今年疫情影响下，出社会这一步恐惊无遐简单，头路要稳定嘛较困难。劳动部针对应届毕业生，撒出协助的计划，鼓励今年29岁以下的应届毕业青年，能够在这段时间勇敢出来找工作。那只要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，能够找到正职全职的一个工作，满3个月以上，我们就会核发20000元的就业奖励金。今天这启动的青年就业奖励计划，只要29岁以下应届毕业生，在年底前有稳定的头路3个月，就发予伊奖励20000块。持续稳定的吃头路，有半年就加发奖励金10000块，一人上悬补助3万。安尼做，敢会好？这毕业生较想要去吃头路？有啊，毕竟蛮多钱的哦，好像还不错吧。应届毕业生的话，他是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换工作。疫情稳定后，劳动部替这毕业生找一条稳定的路，不过上较要紧的是要找到家己有兴趣的头路。